搭配柱子，一定是可以至少避个闪的，我感觉。也要做反打，但鬼步已经开启了烫德的登场，让鳄鱼非常的危险。交了一个闪现，但柱子稳稳的卡住，想做交换，但互相回血。嗯，这是手杀落在了烫德手中，砸个后续赶到要跳打瑞斯，跳到的伤害够吗 ？Q 好 buff， 闪现普攻，一个橡胶飞雪直接锤死在烫德来了。这个 TP 可以救一下扎克吗？不行，扎克的被动被打掉了。鳄鱼赶到，但在没怒的情况下，想要直接带走，可以啊 ！Q 的技能，正好怒气58，直接斩首。他的前期往上走了，所以没有机会支援到。哎呦，左链牵到了，这个位置是闪现也跑不掉的，抓的是很不错。在另外一边是达瑞斯，是正面看到，其实是一个 bait 约，创德就在下面要过来，不过是个五等的达瑞斯，在没有任何坦度的情况下，直接被带走了。而且把自己的传送给扣着，哇！跳跃，但扎克就在旁边。勒布朗没有回身，还用拉扯继续躲避球女的大绝。一转，勒布朗的闪现没有选择交，被扎克的二段大绝给连续接上。现在来到上路去，好，这边搭配一下。耶，下路来了，这次直接化解了一个风墙。五等的牙术搭配了特朗德，特朗德过来直接杀牙术，要拿头，但一个治愈起来。路现在在反秀，来回拉扯进草丛，将闪现继续跑，有机会杀，杀掉了。而在下半部的位置，雷欧娜也没死。在中路的位置又是一个锁链换上，球女反身回转三。个人的甲鱼，但对球女来说好像没什么压力，在三人面前直接把勒布朗给抽了，又找了点盲区了。这是个好位置，有一个 TP 要来，其实是一波三打二，就断了，但是还是死了。嗯，因为 TP 的赶到球女的一个普攻，所以如果真的要打起来的话，其实就是平操作啊。哎呦 ，Flash Check， 智能圣芒直接炸到死去，球女再转两个大扎克大绝，又是一个漂亮卡姆。虽然扎克被顶回了塔下，不过他还有被动时间，甚至用 Q 技能抓到了两人，让队友在后排输出。陆先连续的进攻扛了一下塔，但他拉的位置身位拉非常好，又不扫眼，又不扫眼，他刚好像有扫到，但是没有清掉。另外一边是选择直接进攻想欧耶刘娜，但刘娜直接第三个 ，OK， 扎克来了，无敌的开团，这刘娜真的是贵。陨落吸下去，针对了牙术师一套楼，没死没关系，左边的位置要来收头了。在下半部的话，不知道是不是打得太过于冲动，扎克进塔的情况下是被大神给反打了。难道剧情要重演上一刻刘娜的残血身上的点燃，直接被牛给烫死了？后方位置是秋女转两次，但牙术在前面已经开始斩首，把路仙给带走。残存的两名成员军校比较赶紧撤退，在球女直接被勒布朗的锁链给牵上后，直接闪现跟锁链、直接接上之后进场，扎克想救援球女打一波伤害，可惜牙术已经切到了后排，想继续追击 Q 技能，有打到球果座位，接近球女后直接击杀，这一波大神战队又回来了。这个另外一边抓到的是达瑞斯 ，Q 技能没有拉到，但普攻能够拉回来吗？有拉了，搭上陨落吸口，达瑞斯被留住，成为一个051。后面 TP 来的是鳄鱼，那这样子军校比较可以果断开团，扎克往前一跳想要进攻，但牙术并没有死，没有被限制反身，打了一个球果回身吹，吹起两人，但自己跳不出大后，是直接倒地了。瑞斯赶到开舵，但他大绝连扎克都剁不死啊！他开转，他死没关系，我死给你看啊！没有，我要跑，但被转死、哎。想要把对面的塔摸掉，然后塔下开战。我这边往上打了，敢了吗？两剑装打一剑多一点点，两剑半的但另外一边打了一个特朗德，只有没住好。鳄鱼还想要一敌二，但已经先被圣斗霸体二，没有吸吗？直接是打后开舵 shut down。这里小唐出来，扎克跳出来，达瑞斯的大姐已经进入了 CD， 但这波是牙术的反打跳了过来。可惜是没有什么 CD 可以留人的，但达瑞斯这一拉，仿佛是将扎克拉入了深渊。后面是进来的牛的 combo， 被牙术死了。牙术死了，勒布朗想要做出伤害，但丹顶的输出是完全不够。路现在这里是完全没人限制，连续的输出右边。勒布朗虽然逃走，用自己的 W 高超位移，但在哦呦牛，总算赚到一次了。但 Q 技能还是拉到利用塔座位以后，雷欧娜的进场，这里要来屠宰牛，太硬了。哎呦，但反身一顶还活着，哇，这里很难撑啊。我觉得还是来说很尴尬的地方，他刚刚没有选择后续去把敌人送进去，他现在要被夹了。他看起来是死透了，死透了，死透了，哇。在另外一边的鳄鱼感觉也是死透了，交了一个闪现，但在追击的角色之下是完全跑不掉。这几级他不太好发挥，而且蹲点再次的开始，这一次先上了上车，先上当的是亚伊斯塔，他有承受住，并用自己的 combo 反身流之后，让亚速的进场，但是人圣芒直接炸断，不过烫德进来是要把路线给收掉。扎克一打五了，可惜后续的伤害在扎克面前真的是好痒，像瘙痒一般。
勒布朗得赶紧逃命，用自己的一个来回顺身，哎呦，逃命，扎克一个跳伞，漂亮，跳伞把勒布朗给击杀，他长得比达瑞斯还高了，就是完全不用害怕的，有眼睛黑点要拉到了，跳进去随便扁。球女大姐没转到，但是人生马还是炸缓了两个人，达斯又被留住，再次的倒地。这里的话，大神倒是放得果断吗？没有，勒布朗在没回到的情况下，中路选择是要开团了吗？三，这个看起来好比较偏向，对，来我们下一场了，差不多了。